是大地我也来了，我来干嘛呢？我是圈边，大家有没有知道一个 app 叫做抖音？不是哈，我是点高，就是抖音，这个不是业配哦，我只是单纯好玩而已。那抖音呢，它就很像外国之前有一个非常非常流行的软体，那现在中国大陆那边有一个新的抖音这样子啊。那这个抖音呢，我觉得就是也是满足那种想要表演、有表演欲望的人可以玩啦。那我自己也玩了一些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来让大家看下去。再见我的爱 I wanna say goodbye， 再见我的过去 I want a new life， 再见我的眼泪跌倒和失败，再见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，再见我的烦恼不再孤单，再见我的我祈祷拥有一个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。其实就是小小的、短短的、单纯的，你可以用来跳舞，你可以用来做任何的变化。你们去看别人，或是网络有一个很厉害的那个，之前是大学生的那个小兵，他有教大家怎么玩那个镜头。可是像我就比较懒得动，我就一直在镜头前面这样子跳舞，哈哈，无聊。那其实这个也很适合打发时间，也是一个脑力激荡这样子。那我是圈边，跟大家分享完这个之后呢，我现在就是要怎样跟大家来要求大家来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赞 YouTube 跟我的 FB， 然后还有订阅我的 IG， 谢谢大家，我是圈边。大家